娱乐圈七位矮人巨星身家过亿，最后一位如今身患重病。在这娱乐圈有很多身高不高、相貌不佳，但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娱乐圈闯出了一片天地。王祖蓝，香港演员，在林峰演唱会的一首《浮夸》唱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，娶了一个比自己还高的老婆，让很多人羡慕不已。王祖蓝自己身高 1.63 米，王宝强身高 1.63， 与马蓉的离婚事件沸沸扬扬，持续了大半年，这绿帽戴的很心酸。自从《士兵突击》之后一举成名，星途坦荡。宋小宝，赵本山徒弟，成功超越了小沈阳，成为赵本山所有徒弟中最红的。曾志伟，香港演员，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也是大哥级别，身高只有 1.6 米，在香港电影中经常都是他的身影，演技高超，一双儿女在他的影响下事业有成。潘长江，内地喜剧演员，演小品出身，全能型演员，经常能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他，代表作有《举起手来》，当年红透了半边天呢。郭敬明身高只有 1.55 米，真的很矮，很多人拿这件事嘲笑他，但是他的能力很大，不仅靠小说出身，有一些艺术细胞，比如做导演拍电影，不过拍的都是烂片，是最会赚钱的。李连杰，杰哥，这里颜值最高，成就最大，成就就不赘述了，与成龙齐名的功夫巨星，不过如今患甲亢，在电影里可能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，让人挺惋惜的。他曾是我们心中的一代